是个好老公，上他的身，我就可以盯住迪尔。哎，罗密欧，罗密欧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啊？呀！哎，罗密欧，罗密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？恭喜发财，罗密欧，你将成为全世界最幸运的财神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他们会不会谈情说爱不回来？我也不知道。哥，你不能走，你是罗密欧，你还要追求佩林的。不必了。没有我在他身上，他已经自动送佩林。我早就说罗密欧是喜欢佩林的，现在三角关系解决了，哥，你可以回到罗密欧的身上了。来不及了，迪，你要继续做好事，快点回到胡瑞尔宫身边。哥，不要，哥，你不能走，哥。罗密欧回来了。喂，放弃？你找我啊？啊，我是来拿照片的。顺便来告诉你，佩林的信啊和婚纱我已经还给 Michael 了。Michael？ 嗯，他怎么样？很难过吧？当然难过了。我还有重要的事情，不敢多说了。Michael 的事你就不要管了。狗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回去啊！快！什么？哎呀！怎么样？我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哇，差点完蛋了。啊，